今天来学习关于三位数加二位数有进位步骤的加法笔算认识。首先，笔算要先把各个位数纵向排列在一起，因为5和6是个位数，请像这样子排列在一起，10位数也请像这样子纵向排列在一起。接下来用尺子划一条像这样子的横线。计算要从个位数开始，5+6=11，把进了一位的一写在10位数的上方。接下来进行10位数的计算，1+2+5=8。接下来进行百位数的计算，1+0=1。最后在上面的算式后面写上答案，这样笔算的计算就完成了。那么现在来试着做下练习，按下暂停按键，请开始解题。解完之后，并按下播放键并打圈。那么现在来核对一下正确答案。第一题，517+35，正确答案是552。第二题，872+19，用和第一题同样的方式来解这题，正确答案是891。两道题都答对了吗？最后的课后温习，笔算要先把位数对齐，用尺子画一条横线，从个位数开始计算，把进的一位写在10位数的上方，进行10位数的计算，进行百位数的计算，记录答案。